道歉的是蔡英文，为什么我要道歉？我一个老百姓不能讲话吗？是不是民主国家？我为什么不能？我说，再讲下去我就要骂三字经了。为什么他要我道歉？来呀、啊，我不道歉你要怎么样？那个徐跟那种陈建仁，他今天他是贱人。